我兄弟的。你兄弟的。啊。帅哥的吧？姐。干啥？咋的？不要闻呐？哎呀，咋的了？有人搁后边的。干啥去，姐？啊！哎，有没有对象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没有对象，那个是盘点女追男的爆笑名场面。也就我啊，大晚上接你，这他妈我要不接你，让别人捡了你就废了。别动啊！我告诉你，衣服给你脱了，这摄像头录着呢啊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Top一。姐，我才二十岁啊。你以为你很年轻吗？明年就三十，后年就四十，大哥40岁，这男生要几个十年啊？大姐，不谈恋爱不用被抓，更不用做了。我知道你很渴，但是你能不能别那么渴？你是暴躁鹅卵石吗？你怎么以后也不进啊？你信不信明天我就告诉你无耻不行？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信不信嘛？你看你不信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滚啊！喂，你下次别玩了，你是不是有别人对呀？ Top 三，这辈子要失去你错过你，我就终身不嫁了。是走火入魔了吗？你就不能让我尝试一下爱情的滋味，慢慢拍一次也行啊？不能，我每天睡觉做梦都幻想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去海边旅行，一起去海底潜水，我们一起去看海底星空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浪漫吗？他拔着我的氧气罐，龙骨会杀你吗？你是不是得被好好想治啊？我像是一种人吗？是啊。就是，你敢不敢再直男一点？Top 四，上班啊？不上班行不行？不上班谁养你啊？医生都说了，胃不好，吃就是软干。说的也是哦，等一下，垃圾带一下。Top 五。你的侧脸有几秒的瞬间，突然就变危险，被软绵。我专注你的世界。Top 六，老妹，我好了，你告诉我，我是说奶奶不适合你，还是不对不起你？你告诉我，还是你不得意我？开始，你得了我的什么表现来？开始，请问哪儿？你说话，我下边去。这儿还是这儿？还是这儿？啊，这儿，来这儿。干啥去？强奸我家老爷们去？录上了吗？弄上了，妈呀，怎么这么一大串啊？整上了吗？整上了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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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顶了一万，叫我闹整死。Top 七。啊？老板，我182。我真服了，你到底同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？我咋同意？你咋不明白呢？我问你，你多大今年？32啊。我呢？23，差9岁。那有啥的呀？你大三报金冠，你不知道吗？完了，你他妈让我报3块啊！你是不是想我老了？我没这意思啊。你有车吗？没有啊。你有房吗？我也没有啊。喜欢 BBA 吗？还可以啊。过两天我送你。哎呦，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你还没咋不懂呢？啊，我懂了。我的车你先拿去开去。不是。哎呀。现在我还老吗？Top 11。
真的清白的毁在你手上了，阿姨。才又来，你以为发脾气我就不爱你了吗？没有用的，像你这么 man 的男人，你那忧郁的眼神和性感的嘴唇，无时无刻都散发出他该有的魅力。你每天都这样，我好尴尬的，阿姨。你是钢铁成了金，还是水泥封了心啊？像我这么优雅的女人，难得对你这么主动，你就没有一点心动吗？我不心动。闪个脸，陪阿姨今晚吃个德州拉面可以吗？喂，我说话的时候你能看我吗？喂。Top 十二。Top 十三。你眼角够意思。你要就一个怎么办？一起上。Top 十四。你瞎呀？把我照片给你养我。16。男人都是男人，这哪是球场啊，这他妈是天堂啊。老公们，帅哥们，我们一起来做个游戏嘛，我们围一个圈，来嘛来嘛来嘛，然后我把这个球往天上扔，砸到谁谁是我男朋友，是我男朋友。我的马说我想咋耍就咋耍。Top 十七，快点，小哥哥加个微信吧。不行，太老了，阿姨，拜拜。他不懂少妇的快乐，追他。Top 十八。Top 十九。两天没有理我了，能不能不要冷暴力呀、啊？你别走，别走，我买一套丝袜。什么颜色的？看，早上。Top 二十。我是娃娃的，我是娃娃的。Top 二十一。长得那么丑，你都能掉进他的鱼塘里，那说明你根本就不是一条鱼。嗯。我是瞎。Top 二十二。你结婚了没？没有。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大夫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我能承受得住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一定要承受得住哦。放心吧，大夫。约吗？约吗？他怕二十三。我想追的男生还没有，我追不到了。恭喜你，你有。哎，你是不是男的？你难道不想亲亲吗？不想抱抱吗？不想跟我一起愉快的玩耍吗？别玩了，我玩不过你。我哪里玩了、啊？我很认真的，人家很乖的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听说你们宿舍六个人，你拉了五个群啊！哎呀，那不是群里人太多了，不方便交流吗？你知道的，人家不是那种心机的女生。哎呀，哎，你别这样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！啊，不要！大半夜了，他胖十四。帅哥，你有女朋友？有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西湖美景，看月天的。他胖十五。小哥哥，你有女朋友吗？Top 二十六。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必须相爱。Top 二十七。你找啥呀？我要找东西。我的座椅怎么动了呢？我的座椅怎么自己动了？不是，你这。
张楠。Top 二十八。师傅，你等一下开慢一点，我有点晕车了。哦，好。啊！都说了叫你慢一点。你会不会开车呀？他不会开车。你再见我要生气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咋的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你都把我甩到人家身上抠去了，人家身上抠去了。美女，我车都还没骑呢。Top 二十九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多男的？好害怕呀！我的草原，我的马术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龙争虎斗别花，王总给你一个 Top 三十。都这样了还拿不下你吗？团点教室女追男名场面，软的不吃，你非要我来硬的是不是？干嘛想打我？我都追了你一个月零五天两小时十三分十四秒了，你这都无动于衷，你能不能有点表示啊？我表示你可以换个人追啊。你非要违背妇女愿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听说过得不到的越想要，你越是这样我越爱。不喜欢你这种性格太反差了。不是，那你喜欢怎么样的？萝莉型、御姐型，还是暴露型啊？我喜欢你，离我远点行不行啊？Top 三十一，漂亮的小哥哥，姐相中你了，放弃抵抗吧，姐已经在你家楼下数三天了，你的快递跟外卖都已经被我拦截了，从了姐吧，免受挨饿之苦。虽然姐长得丑，但姐活得久啊。Top 三十二，我其实又干什么？胖吃了你不疼吗？你到底嫌弃我什么啊你？哎呀，你在干嘛呀你？我在当兵。干嘛？你不是在工作吗？知道你还问。那你就不能来结合一下吗？美女跟你讲话，你就不能理一下的吗？美女可以。绝了，绝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听那个主管说，你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不在家，要你自己一个人寂寞吗？孤单吗？要不要我去陪你啊？你连爸妈都没有吗？真可怜。Top 三十三。结婚了没有？没有。有女朋友没有？也没有啊。没事，大夫，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说吧，我能承受得住。那我就直说了啊。啊。冤枉！冤枉！Top 三十四，十一岁，小奶狗啊。嗯。家里有车有房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没事，我有，这不愁。啊，家里几口人啊？我爸、我妈和我，三个。那准备什么时候领证啊？网管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过来上网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那个喜欢小孩吗？网管，我上网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机器开好了。啊，谢谢。Top 三十五。接受我，我就喜欢别人，到时候有你后悔的，你信不信？你就捅了老妈吧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用得着那么矜持吗？沉默是金，持之以恒。等你矜持，你沉默，你高贵，那你都要结婚生子了吧？我旅行青蛙都已经子孙满堂了。你脑子有病吗？你就知道玩手机，你分得清现实和虚拟吗？手机起码能静音。那我也能啊。Top 三十六。哎。哎呀，咱俩试试呗。咱俩不合适。我都说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能听明白吗？不甜没事儿，我蘸糖吃。我苦瓜，苦瓜行了吧？苦瓜我蘸酱吃，蜂蜜也行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为什么呀？我就喜欢拧瓜的那个感觉。Top 三十七，天天就知道打篮球，有对象吗？白色背心的。白色背心的，你有对象吗？没有，找我加个微信不就有了吗？来，我生苗，你过来。你多大了呀？叫什么名字？20岁，多高啊？18斤。嗯，过来一下。Top 三十八，大漂亮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？
你爱不爱我不知道，但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有病。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烧了39度，我的脑子里全是你啊！我认识个医生，你要去看一下。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，没事的，我多咳两下就好了。是叫你去做个手术，把你的电脑摘了。你个心机男，想要我无脑爱你就直说嘛。有病啊 ！Top 39。哎，你跟我闺蜜处7年了，那咋说分就分呢？你不说早，我说你别说话，他给我又40万彩礼。那咋？你意思你拿不出来呗？我没有那么多呀。那你能拿出来多少？我最多就能拿2万。那你看我行不行啊？我啊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啥意思啊 ？Top 40。微信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听听。我是等你的。我先带上，我先把我家筐子来。那你不好意思要，我说你为了爱情，你这点胆量没有你这。Top 41。哎呀，太急了。意思就急死呗，这又不是你家的。哎呀妈呀，太急了，这真太急。一会儿就上去了。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。Top 42。喜欢什么车？喜欢就奔驰，奔驰系的。我送你，有房吗？也没有。没有。对房子有要求吗？房子这方面也没什么要求，就北京这地方就能住就行了。我送你个房，写在你的名下。你要送我一个房的。对。然后还送我一台车。对。然后我们再聊回来，能老吗？不老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用做一下什么医美吗？变一下年轻？不用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挺好。对。那走吧。那去约会去。Top 43。Top 44。朋友喝多了，然后你看看给他送过去得多钱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吧。800吧。800有点多吧？800，我兜里没。哎，这是正经代驾吗？这个。Top 45。哎，服务员，拿包烟。什么烟？芙蓉王。23。行，付完了啊。哎，帅哥。啊？我看你天天来我这买烟，你经常抽烟对身体不好。没事儿，都习惯了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想不想谈恋爱？想啊。我也想。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有啊，他现在正在跟我聊天。哦。那你聊吧，不打扰你了啊。